轻快的手语歌热络了气氛，甚有脸上都露出欢乐的笑容。击打慈青生活营，37位大专生走入慈济喜圣中心。有比较开心啊？有啦，一定有了，有人来看我们。第一次面对面近距离互动，圣友也让慈青体悟到健康的重要。Bila orang datang support, boleh tolak pengaruh-pengaruh negatif itu, semangat positif itu datang. Itu yang kita nak. 我们要懂得自爱，我们要懂得爱自己。有时候因为看到他们这样辛苦，我们也不想。所以不要走到那一步之前，我就更好去照顾好自己。以同理心了解病苦，慈青在感恩中付出，与圣友互为贵人。大爱新闻李佩欣、蔡正佳、许维莹，马来西亚报道。